大家好，我们是 OKLAO 精品咖啡，我们已经成立了14年了，主要是在贩售咖啡豆、挂耳来自世界各国的豆子。那这一次我们也有得过十大伴手礼的金口杯奖，算是一个蛮得来不易的一个品项。那它主要是在贩售西西里柠檬咖啡的一个礼盒。对，那我们这一次也有带我们的烘焙坊，那我们的烘焙坊这一次就是做一个可送的一个贩售。一拆封就知道，味道，对，完全。